价带您来关心，总算降价了，主要因为国际原油价格下跌。这个星期中油的最新油价带您来关心，汽柴油价格每公升都是调降0.4元，调降之后925千汽油每公升33.5元，955千汽油每公升35元，985千汽油每公升来到37元，超级柴油每公升32.4元，每公升可以降到0.4，很多驾驶朋友说总算有点感觉了。